所以很多就是认为说你基因就有决定的一切，但是以现在的遗传学的观念来讲，其实我们所有的临床的表现型疾病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将来的最后的表现，实际上是基因跟环境的交互作用。大概没有一个东西是完全被基因所决定，也没有一个东西是完全是环境的因素。就是说我前面会提到的是双胞胎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同卵双胞胎一定是所有的基因都一样，没错。但是同卵双胞胎有非常大的临床表现的差异啊，所以我现在会讲同卵双胞胎有什么样的因素会让它不一样。除了环境因素以外，其实同卵双胞胎的基因也不见得完全一样，好不好？我会里面讲说他们的基因的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它的体细胞可能会有重新的组合，基因的组合。如果是女性的同卵双胞胎 X 染色体，也会有不一样的排列组合，因为女孩子的 X 染色体，像她有一个会基因会被压抑下来，那这个的选择完全是随机的，所以你两个人随机在胚胎发育的过程里面，他们会随机的这个去活化 X 染色体，所以即使两个女孩子都是同卵双胞胎，她可能去活化的 X 染色体不一样，所以她表达的基因剂量也不一样，从爸爸妈妈遗传来的也可能不一样，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是体那个 mitochondria 的 genome， 就是立腺体的，对，这个都受到环境的因素的影响，所以两个人代谢也可能不一样，然后另外后天我们还有现在有所谓的 small interference RNA， 小的干扰的 RNA，这个 RNA 的表现量也可能会影响到它的基因的表现量，这个都不是在 DNA 的序列里面的东西，然后另外现在还有一个叫 epigenetics。这 DNA 的甲基化的问题 ，DNA 的甲基化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甚至可以受到我们现在知道很多食物里面或是药品里面的这些药品都可以造成 DNA 的甲基化。现在甚至我们知道很多精神科跟神经科的用药，它会改变 epigenetics， 在实验室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那这个 epigenetics 的东西，就环境因素就会改变基因的一个表达，好不好？所以这是后天的东西。就可以调控这样的东西，那甚至最近有一些有一个学说叫做 Barker's hypothesis， 这边等一下这个 term 在这个地方哈 ，Barker， 这是澳洲人啊，一个澳洲人提出了 Barker's hypothesis， 他认为在早期的胚胎发育跟你的儿童时期的前期的环境因素，就会永久的影响到你成人的很多疾病，那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也认为可能是经过刚才讲的 epigenetics 的基转，那我在这个讲题里面会特别提到，然后另外我最后还会提到一个就是多基因的表达，多基因的表达其实每一个多基因的遗传每一个基因的贡献度大概都很少，大概是 5% 左右，那环境因素就会影响到这些基因，所以这整个的架构就是告诉小朋友说，不是基因决定一切，我们不要因为学遗传学，所以就太强调基因的因素，环境因素会改变。